知识创造乐趣，你是你的大学。Hello，大家好，我是陈罗丹，我拉豆豆所以罗丹。我们今天将会讲第五课的第一节。那么，先学习学些什么呢？基本数字啊，我们西班牙语学习了怎么问好，怎么介绍自己哪里来的等等。那我们就要开始学习基本数字的表达方式了。今天，OK，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本节课的目录。 第一个啊，第一小节基础数字，它的读法怎么写的等等。第二个有关的语法知识点，第三个词汇，那么这就是我们本节课的一个课程组成了。OK，来看一下啊，我们的一到二十的基本数字是哪些，以及他们都是怎么读的。好，来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啊，来读一下一。 Uno, uno, dos, dos, san tres, tres, c, cuatro, cuatro, cinco, cinco, seis, seis, si, siete, siete, pa, ocho, ocho. 九 nueve nueve 十 diez diez 十一 once once 十二 doce doce 十三 trece trece 十四 catorce catorce 十五 quince quince 十六 dieciséis，dieciséis，十七，diecisiete，diecisiete，十八 d i e c i o c d i e c i o c h o 十九，diecinueve，diecinueve，二十 v e n d e v e n d e 那么大家可能初初一看啊，怎么西班牙语怎么那么多数字全都写法不一样呢？ 但我告诉大家，其实啊，西班牙语它的数字是从一到十五都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那么基础数字就是这些一到十五，它们属于是基础数字吧。那么大家把它们记住了以后呢，其实以后很多数字数字的表达方式都可以用基础数字来进行组合的方式来进行表达了。那么所以说大家啊，把这一到十五记好了以后，大家可以发，大家可以发现。 从十六到十九，D S E Shades，那么 D S E 就是我们的啊十 D S 它的一个啊连接的 D S E Shades 就是 D S E Shades，但是把这个地方啊 C D S，把 C 大变成了 C E Shades，连接起来了 D S E Shades 啊，那么就其实就是我们的十和六的组合，D S E s e t 就是我们的十和七，D S E Ocho 就是十和八，D S E Nueve 就是十和九。 Bendi 又是另外一个东西，那么我们啊，先来看一下这些基础数字它的一个写法。那么，uno, dos, tres, cuatro, cinco, seis, siete, ocho, nueve, diez, once, doce, trece, catorce, quince。那么这十五个是不一样的，大家一定要把这十五个数字呢先记下来。dieciseis 到 d i c i n u v e 就是有规律可循的。那么二十，我再跟大家讲啊，二十 b a n d i b a n d i b a n d i 那么二十、啊，二十，它二十到三十啊这一段的数字，它就是非常有规律了，非常有规律了。二十一啊，二十一 b a n d y uno b a n d y uno 就是 b a n d i 加上一。 但是是啊，要把那个 a 改成 E，然后 uno 其实是 b a n d y i uno，但是写法是 b a n d i uno。那么二十二呢 b a n d y d o s 二十三呢 b a n d y d r e s 二十四 b a n d y g u a d r o s 二十五 b a n d y s i n g l e 二十六 b a n d y s e s 二十七 b a n d y s i e t e 二十八 b a n d y o c h o 二十九 b a n d y n u e v e 三十 d r i n t a b r i n g d a 那么从三十开始，他们后面啊，它的后面从三十到一百，那么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他们后面所有跟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了。b r i n g d a 三十 b r i n g d a u n o b r i n g d a uno，三十一就是 b r i n g d a uno，就不用写成这样 b e n d y 这样了，不用把它们写在一起。那么 b r i n g d a 一，这个一呢是。 和的意思啊，是和的意思，就是三十和一。那么三十二呢 d r e i n d a y d o s d r e i n d a y dos。三十三 t r e i n d a y tres。三十四 t r e i n d a y cuatro。三十五 d r e i n d a y s i n c o 等等等等等，然后到三十九 t r e i n d a y nueve。四十，cuarenta，cuarenta，cuarenta。那么四十一就是和三十一一模一样的组合，cuarenta y uno。41, 这样来进行记忆，就是不是很有啊？要有规律一些呢。五十 cincoenta，五十一 cincuenta y uno。那么五十一到五十九也是属于这样的规律。六十 s i s e n t a s i s e n t a y uno。啊 s i s e n t a y uno。六十一 s i s e n t a s i s e n t a y uno。七十 s i t e n t a s i t e n t a s i t e n t a y uno。 七十和一，那么我们从三十往下到一百都是 seventa y uno。ochenta，八十，ochenta y u n o o c e n d a y uno 啊，八十一，八十八十一，九十 noventa，noventa，noventa y uno，noventa y uno，一百 c m e n c m e 那么我们现在啊，要加强记忆的基础数字呢，就是一到十、十到啊、十一到十五这些基础数字之后的数字。那么大家只要记住每十位、每十位它的啊写法是怎么样的，那么它的该数段的、啊、该小段的数字，它就可以啊用这个起头，比如说三十加上和一、和二、和三、和四这样去记忆了。那么就是它的啊，就是。 基础数字记牢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啊，以基础数字为基础，然后再进行其他复杂数字数字的一个表达方式。那么这就是我们啊现在啊一到一百的所有的基础数字，它们的写法和读音的方法。我们再来读一遍，我们再来读一遍，从一开始，uno，dos，t r i s c u a t o i n l e s i x

我们来看第二个简单的加减乘除啊，语法讲堂的第一个第一个小点，加减乘除。那么加，我们在西班牙语应该怎么说呢？一加一等于二。那么最简单的一个加减乘除，uno，刚才学过的，一，uno，dos，uno，mas，uno，son dos，mas，我们这里是加的意思，uno e mas uno，e 一加一。 sum，我们之前学过的，set 啊，set 是一加一等于二，2, 因为它是一个复数，而且又是第三人称的，所以我们要用 set 的现在式陈述时啊，陈述是现在时的啊，第三人称复数形式来表达它的这个结果。s u n dos 两个是复数的，uno mas uno s u n dos，零加一等于一，zero 零 mas 加 uno 一。 es uno，这地方用 es，因为它是一，是单数，所以说要用 es，要用 es。cero más cero es uno 啊，cero más t uno es uno 啊，零加一等于一，cero más t uno es uno。看第二个减减，二减一等于一，dos e m i n u s uno es u n o m i n u s 是减的意思 m i n u s 减的意思。 menos dos menos uno es uno，结果是一，是单数，所以要用 ser，它的啊现陈陈述式现在时的第三人称单数来表达这个结果。九减一等于八。nueve menos uno son ocho。nueve 九 menos 减 uno 一 son ocho och 是八啊，因为是复数，所以要用 son，要用 ser 的第三人称复数形式。那么 非常好。乘啊，我们乘二乘以二等于四。dos b o r dos son cuatro。dos b o r dos son cuatro。b o r 乘二乘二等于啊是四。六乘六等于三十六。s a y s b o r s a y s son d r e i n d i y seis。六乘以六等于三十六。 s i s bor, seis, son, g r e 都应该 six，乘除，那么二除以一等于二,二 entre，dos 二 entre a dos, dos e a n d r e uno, son g dos，e 二除以一等于二啊，二除以一等于二，二 dos entre a 除以 uno，一等于二,二 entre，dos entre a dos。e s u n dos, and the dos es uno. 二除以二等于一啊，单数的。那么我们要在加减乘除中记到记忆的是什么呢？首先是啊简单的基础数字的读法和写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加减乘除这些基本的数学运算符号，它怎么说的？加 mas，减 minus，啊乘 or 除 and the。 这四个运算符号大家要会啊，会读会写。第三个，我们等于这个东西，我们现在用 s i r 这个“是”来表达，是来表达。那么，当遇到结果是单数的时候呢，就要用“一”啊，就要用就要用它的单数形式 s 来表达。单数是一的时候，如果是复数，如果是多的时候呢，就要用它的复数形式 s o n g 来表达。那么，这个是我们动词在啊一个主一个一个它所表达的一个东西。 啊，要形容它的时候，要啊改变它的，要改变它的一个形态，要变位的一个啊一个使用的方法，这是我们需要掌握的几个知识点。好，我们来看几个小练习。我们这边有几几组随机的呃数字，随机的数字，我们来啊阅读一下。那么后面呢，我我我已经给大家写出这些啊可以用到的一些啊，这个可能大家现在对基础数字还不太熟悉。 那么这些是大家需要用到的西班牙的数字的啊一个一个基本的一个写法和啊大家可以看到它读出来。好，我们现在一个一个把它读一遍。uno, seis, ocho, ocho, cero, dos, dos, cero, dos, cero, seis, seis, uno, nueve。 那么我们在读数字的时候呢，也可以两位两位的一起读，两位两位的一起读，就就是用我们的啊，呃、啊，比如说十三3 r e c r e 可以你在别人说、别人问你电话号码的时候，你比如你可以跟别人说3 r e c e ochenta y ocho, cero dos c r o s s e n t y seis, i e c i n u e e 这样也是可以的。那么这样就可以就比啊，比如说你一位一位的说要简单一些，要简单一些。

十八、五十一、i 十八、十五、十六、两，这样也是可以的啊，也是可以的。有同学问为什么不啊？一百来读，一百来读，那个一百就就就比较麻烦了。所以说两位读应该是比较方便的，所以说才会有两位读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方式啊存在。好，我们再看下面的第三组数字：six, c u a d r o s i n c o s i n c o seis, c u a d r o dos，大家也可以读 e 十四、d 十五、六十 u a 三 r 或者是 nueve, treinta y dos，啊，这样也行，反正大家把数字说清楚，两位的和一位的都可以啊。最重要的是多加练习，大家不要看到数字说啊就比较心慌了，就就就读不顺了，慢慢来啊。那我们先看下一个，seis dos seis。6, 2, 6, 8八二9九二好，我们来两位试一下，六二二二六二八二好，这就是我们一个数字阅读的小练习，大家下去可以用自己的电话号码，或者是随便组合一个数字来啊，来来进行练习一下我们基础数字和啊一个呃我们十位的数字的一个练习。<coughs> 好，我们来看下一节，下一个小点。tener tener 有拥有，这是一个及物动词，这是我们需要掌握的一个及物动词。好，那么 yo u r nosotros e do nosotros e e l l s e l s ustedes ellos ellos ustedes 那么这是我们六个人称啊，人称的啊，主格人称代词。我们以后自己在写变位的时候呢，也可以依照这样的一个顺序写一个表格来说来。 啊，帮助自己进行记忆。好 d a n g o 我有；Dennis，你有；Diana，他有 d a n i m o l s 我们有；Danes，你们有；Diana，他们有。所以这是我们啊，拥有 d i n n、er, a 这样一个啊动词。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用法是什么。<coughs> 好，例子时间。第一个 g a u a n d o s años d i e n e s Cuántos años tienes? Ni Chisuela, ¿cuántos años tienes? Cuánto 是多少多少 años 年龄？Años，因为年龄是复数复数嘛，你问别人，别人不可能告诉你我只有一岁，或者我只有半岁，这个，那你就那不用不用问，因为因为他不可能告诉你。Cuántos años tienes? 你多大了？Tengo veinticinco años。我二十五岁。那么 tener，它在例句中的用法就是，tienes，你有，tengo，我有，对吧 d e n e r c u á n t o s a ñ d s tienes？你有, la, 你有多少岁啦？你有多少岁啦、uh,？啊，tienes，¿cuántos a ñ d s t i e n e s t e n g l v e n t i c i n c o años，我有二十五岁啦。那么，¿cuántos años tiene usted？ 那么这里就是一个尊称的用法啊，您今年贵庚啊，就是用出来就是您今年贵庚。g r n d o s annos, annos n a n t u s 那么别人就说啊 d a n g o novenda in novem annos，u 我九十九岁了。你当然您尊称的时候，您今年贵庚啊，有可能是一个老先生对吧？就是我九十九岁了 d a n g o novenda in novem annos u。好，这就是我们一个 b a n n e r 这个动词在我们这里的一个用法。 尤东是我的朋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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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朋友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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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我到朋友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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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我 记下这十五十五个数字之后呢，大家再记记一些复杂数字的记忆就比较简单了，因为基础数字都是由复杂数复杂数字都是由基础数字构成的嘛。好，我们的加减乘除四个符号：mas 加 minus 减 b or d 乘 and 除 tener 有拥有 a n n u a l 年。 多少？多么？加减乘除四个符号。Marsh m e n u s bor and t h Daniel. c u á n d o s a n o s t i e n e 你有多大了？那么大家把 Daniel 这个你和我这两个变位记清楚。你是 Dennis，我是 d a n g o g u á n d o s a n o s tienes？你多大了 d a n g o bendy single a ñ s 我二十五岁了。Cuánt。 啊，那么这边 annual 年啊年，你可以说年龄，annuals 你多大了？你几你有几年了？就是说你有几岁了？当然你不能翻成年吧，对吧？又不是数，又不是年轮呢、啊。罐头多少？多么啊？罐头罐头是 annuals，啊，你有多大了？你有多少年了？因为年是复数，所以说形容词的时候也要加上这个复数的。 一个 essay 啊，来形容它的一个复数的名词。那么这个大家以后也会学相学学习到形容词的性和数和名词的性和数它们之间的一个关系啊。好，那么这就是我们本节课所需要掌握的一些词汇。好，那么谢谢大家，我们下节课再见。Adios。